you.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为期九天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将在今天正式启程。九天之后，我们将继续相聚在这里，期待金爵奖的诞生。好了，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第15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就跟各位直播到这里。接下来，我们请现场所有的来宾和我们一起观赏本届国际电影节的开幕电影《话题二》。Now please enjoy the opening film, Hey